3月7日，著名摄影师鲍德熙在微博上曝光了一组香港专业电影摄影师学会30周年晚宴上的照片，其中就包括了范冰冰和刘德华两大重量级影星的合照，女神男神同框，颜值指数爆棚，丝毫看不出年龄差。照片中，范冰冰以一身白色为主色，搭配粉蓝及粉红闪片套装到场，气质优雅，令网友大赞不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范冰冰和刘德华此次都获得了最具魅力演员奖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